譬如喺我對教書開始有興趣嘅時候咧，就幾乎冇得教書，就做咗個校長。有時候校長做下，覺得開始都知道點做校長咧，又炒咗魷魚，就走去做議員。咁咧，但係我諗翻轉頭咧，我都冇乜點樣後悔就，立法會主席除咗威水之外嚇，啲報紙成日。即係有啲人成日問我，喂，佢呢個係咪你而家事業最高峰啊？咁係啊，我實際上亦都冇乜呢方面嘅感覺。除咗呢方面之外咧，我而家覺得即係作為立法會主席，我係冇錯，我係做唔到我以前作為一個議員可以做到嘅嘢，譬如話參與辯論，譬如話出嚟就一啲有爭議嘅問題發表我自己個人嘅意見。但是呢，我亦做到好多作為一般議員做唔到嘅，其中一個好緊要嘅呢，我呢度講咗兩句啦。我係屬於叫做親中保皇陣營嘅人，但係你信好信唔好，即係你唔信都好，我係完全係相信民主嘅。我亦相信即係香港一定要走向一個即係以普選為基礎嘅一個民主政治。但我覺得呢，我們要民主政治要發展要成功呢，我們不能夠長期，我們的社會呢是好像分成兩個互相對立的陣營，好像你死我活，即是你是保皇的，你一定反民主，你叫自己做民主派，你一定是反對派，你一定是跟中央對抗，那就不行。因為我兩邊兩個陣營的人我都認識，我不是在親中陣營長大，我在一間教會學校讀書，入大學，很多同學在現在在民主派的陣營裏面是我認識了幾十年的老朋友，我絕對不相信他們是有心即是要跟中國倒彈，要跟中央對抗，不是這樣。調回轉頭，我這幾十年裏面，我在這個所以你叫親中保皇的陣營裏面，我亦有很多好朋友，他們亦都不是有些人看成這班港奸來的，這班有出賣香港利益，這班有擦鞋仔，不是這樣，對他們都不公道，不是這樣。但是偏偏就是我的好朋友當中，他自己互相有些就是這樣的看法。那這個呢，我認為是妨礙我們真的走向民主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障礙。我就希望我現在在一個比較超然的位置呢，是能夠是幫手，我不能夠說我自己可以主動做到多少事，去解到一些結，使到大家能夠多少少即是互信，多少少即是理解，就少一些這些樣的互相的猜疑對立，好像即是哇讓他上台我們死定了，那邊又說哇讓他上台我們一定生活不得好過，不是這樣的情況。所以即係當年我哋成立民建聯的目的亦都係咁樣，話到明我哋係親中嘅，但係我哋參加直選。我話俾香港人聽啦，我哋就貼住親中呢個標籤啊，但係我哋都係為你哋做嘢。又話俾北京聽，嗱我哋貼住親中嘅標，直選一樣選到嘅，可以選到嘅，唔係直選一定親中就輸緊。目的就係想咁樣，所以我覺得而家。我不知道我做了多少事，但是你说你给我叫重新转择，我觉得有这个机会可以给我这方面希望做到一些事，我都想做了。非常多谢曾主席答了我们这么多个问题，我们用掌声多谢他，多谢晒，多谢晒。